为啥现在赌桥这么难？游戏的穿模 bug 功不可没。鲨鱼大老远就看到桥头左侧有小黑点，当即警惕下马观察。这要是刚刚直接冲过去，不就被打成马蜂窝了吗？前面不止一个，这个位置不太行，赶紧封烟，准备上桥操作。趁敌人还在拉枪线，鲨鱼赶紧摸到桥上。看来位置还是暴露了，而且对面还是满编队，鲨鱼一个人可顶不住。如果来操作了，满队会很难，这样子很难。赛季出这种皮肤，90%都是会玩的。鲨鱼找机会想打开突破口可没用，对面枪法不差，鲨鱼被架死。我操！好在很快三号就过来分担压力了。三号赶紧过来偷，你直接加油站停，停下来偷背身，全是背身。队友没能偷到，还把命搭上了。对面已经有人封烟前压猛攻，鲨鱼一通穿烟，总算是有所收获。队友全体去世，鲨鱼对枪险遭瞬秒。对面终于还是冲桥了，可惜状态不佳，鲨鱼不敢冒，赶紧跳水保命。下水。没想到对面居然没下死手，鲨鱼成功上桥，而刚好来车给自己送温暖。对面即使车技不错会漂移，可还是难逃一劫，鲨鱼趴下直接瞬秒拿捏。时间来到决赛圈环节，鲨鱼看一眼圈型决定上锅高价抽把。这个圈如果上了高价，感觉还好。鲨鱼匍匐观察，寻找抽把机会，本以为能在高价好好爽一波，可没想到敌人不是有掩体，就是喜欢动来动去。观察了两分半也没能抽把一个，全部躲这么好。毒圈即将刷新，鲨鱼只能下高价重新找位置。猴子身法果然敏捷，下个塔简直不要太简单。我也是刚知道高价能这么下。鲨鱼骑马往前面树下躲避，这叫什么？灯下黑，头上打起来了，头上两对大哥使劲打。鲨鱼瑟瑟发抖，在这个位置硬生生扛到第二，好像结束了。刚化身烟中恶鬼操作，却听到大口枪声。粉丝上来就急着给鲨鱼让机，我操，你杀我们吧，把我们打了、啊，这么好吗兄弟？把我们打了吧。原来对面有自己女粉。鲨鱼，我是你粉丝鲨鱼。啊，我可不可以和你合照吗？都让记了这种小事，必须满足啊！快截图，小杰，快截图，妹妹，快截图！几人欢乐跳舞两分半，鲨鱼含泪吃鸡。谢谢！看我直播，吃鸡，你也可以。